他们矗立在东西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。他乐善好施。I really love living here. 他沉稳内敛。我们做人车就是说，一个主要是这责任了、啊、一个人。他满怀热情。我这不是很专业，但是我觉得我的可以帮忙。他独具慧眼。我比较喜欢画，就是有这个基础。他写，他画。书法、绘画、写作，我跳见了心情。他走在潮流的最前面。但最主要，我很高兴，我很喜欢这个行业，我进去我没有后悔过。人生如戏。我绝对没有想着我会去上台演话剧，对吧？可是他们找到我了，我就去演了。戏如人生。文工团要招演员，他们早就瞄上我了，说我们是缺男演员，女演员很多。他在人潮中表演。他们像一盏盏明灯，点亮自己，也照亮他人。